来了，姐妹们，今天这个老妹儿是来自于辽宁沈阳的。你看今天老戴穿的格外的粉嫩，这老妹儿想做双眼皮都做多少年了都没下定决心，看着没？还得老戴呀。我太难了。来吧，姐姐们，准备好你们的小眼睛，看看我这老妹儿会有多大的变化。Later，真变个人似的，是吧？嗯呐，真好看。出去吗，老妹儿？我就想做双眼皮儿，想做好多年了。我老公一直不让我整，老公不让你整啊。哦，那天看直播就看你整，哎呀，你整这么好，一切里才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看你现在准备好不好？就完事儿了，特别满意。嗯。拿棉签儿蘸眼水，一会儿我教你，去每天把这个就是这个开眼睛、开口儿的地方，每天就给它擦一遍。我刚打完，我教你经验。行，好，我教你经验。好，蔡家附近啊，好好的，真的，嗯，满意，满意。我以为别人将我热情都燃尽，的确像一张情书，感觉很出奇。